玩游戏。Yo, what's up? 我是玩游戏的亚拜坤。今天我来为你们介绍 MSI GF75D。它的外观和键盘都是采用金属材质，还有你看那机身多么的薄啊！携带超级方便，去到哪里就打到哪里。哎，我是讲打游戏。GF75 电视17寸四像窄边框，还有它这下沉式转轴更符合人体工学，让玩家的手腕不会有太大负担。 GF75 电的 processor 是第九代 Intel Core i7 处理器， graphic 卡是 NVIDIA GeForce GTX 1650， 然后 8GB RAM 要另外加大也不是问题，最重要你开心就好。还搭配了 512GB SSD， 所以开机和传发速度都超级快。当然还有这个酷炫的背光键盘，你还可以到 Dragon Center 2.0 里面更改各种设置。以下让我示范几款 gameplay， 让大家看看这个电脑。试玩了这几款游戏基本上都不会卡顿，而且玩得很顺，而且它的窄边框设计让我感觉好像进入了游戏世界一样，我差点忘记我已经下班了。如果对 MSI GF75D 有兴趣的话，玩家可以去 MSI 的网站了解更多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 See ya。 想要即时获取免费游戏的消息，只要在专业的 following 里选择 CFS 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资讯啦。